好，现在开始唱票，唱票由三组管理员同时唱票。唱票的时候，管理员从开始念出他的暗号啊，就全。第一票、二票、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四票、五票、六票、七票、八票、九票、十票、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六、三七。百张之后用橡皮圈把它圈起来，放在前面哈。那接着点啊，对，再从刚刚的动作就是第七案，一二三四同一票啊。好，这样。100张票点完之后用橡皮圈把它圈起来，放在前面。那接着开始101票，开始按照刚刚的念法同意开始。第七案同一票一张开始，啊、哦。第七案同意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四票、五票、六票、七票、八票、九票、十票。非常好，好、啊，同一票开完之后，用橡皮圈把它绑好，放在同一票区啊，里面哈、啊。那接着开不同一票，那开票的程序跟刚刚开同一票一样，好、啊。七案不同意，不同意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四票。OK， 好，那100张一样哈，好，捆起来。那开无效票。第七案无效票，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四票、五票。这个我们分三组开票了哈，那开票的进度速度会不一样，没有关系，就是各组开各组的票啊。好，各种票点。票完毕之后，由管理员会同监察员再次的复算，这一个，分别复算各种选票啊，同一票啊，现在开始复算啊。就监察员复算。就是一二嘛啊。哎，对对，这200张。同案，同一票100张。好，156张。156张。156张。哎，那你，好 ，OK， 然后再。这个唱票完毕之后，把同一票的票数，刚刚由监察员跟管理员会同核算之后，把正确的数字填在同一票数的位置，啊，填在同一票数的位置，那不同一票的票数也把它填进去，无票数分别按照它的实际得票数把它填写，啊。那填写完毕之后，开始装袋。啊，把同意票数装到同意袋里面哈。同意袋上面会有暗号了哈。啊，同意票、不同意票以及无效票，啊，分别装在最后把分类纸。啊，也拿下来装在分类纸袋里面去，啊。好，这个动作完毕之后，接着装到总票袋。啊，装到总票袋里面去哈。
把那个同意票、不同意票、无效票，跟那个分类纸再装到一个票袋里面去，总票袋里面去，总看把同意票袋、不同意票袋、无效票袋以及那个分类纸分别装到另外一个暗号的一个袋子里面，总票袋里面去。那个第一个票柜开完之后，接着布置，第二票柜的一个分类纸哈。第二个票柜从第一个票柜是三个空投案，那第二个票柜是从另外一个十一十二哈，就是4、5、6哈，再依照它的一个分类纸来布置哈，把原来那个再拿出来。整个公投票开票完毕之后，现在开始把不投票把它归到它原来的位置去哈，它的暗号里面去。那我们这个如果说它是先把它分类回归到它原来的暗号里面去，按照同意票、不同意票、无效票放置，并把这个数字哈加到原来同意票数的后面，再把它加上去啊。原来比方说原来是3000票啊，后面加2票就等于3002票啊。按照同意票、不同意票、无效票再把它加上去，加上去完毕之后，再分别把它收纳到原来的票袋里面去啊。这个整个票开完之后，不投票也归原来的暗号之后，由主任管理员来填写公民投开票报告表啊，来开始填写开票报告表。报告表一式三份啊，一式三份。那个填完之后要主任管理员跟主任监察员签章啊。